首先通过这个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智能生活 APP， 然后才能进行测试。给他的这个套子脱掉，打开，装上我们的七号电池。灯闪是联网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掏出我们的手机，然后点击智能生活，点击添加设备，刷新一下。刷新出来后，然后就点击开始连接，连接成功。然后这个黑色的这个按键是切换这个温度的单位的摄氏度和华氏度的转换。然后给它怼到这个土里面，如果你的土太硬太干，你觉得不好怼的话，你可以给它加点水，但是不能太湿，太湿的话可能水分太高了，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那个操作的。加一点点水给它怼上去，它的湿度会根据你这个土壤的湿度去变化，因为这个泥巴比较干，就算你加了水也特别的干，特别硬。土壤一般就是根据它的那个湿度，如果太湿了的话，它的这个湿度就要高一点，如果你的土没有那么湿的话，它的这个湿度就要低一点，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怼到水里面去了，因为水里面的湿度是直接达到99%、100%的，所以你先测土再测水好一点，这样就知道它不管是在土里面还是在水里面，它的那个湿度都是有变化的。现在水里面的湿度是100%，那就是正常的，这就是 OK 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它退出，解绑并清除数据。然后给它擦一下，把电池拔了，给它装回去。